前面。好吧 ，Go Go Go。当中没看到，拜托，哇哇三 B U D， 我三 B U D 好了，干。三什么 B U D？ 哪一个？哪一个啦？好啦，刚刚的啦，不小心播到我的画面了。你的画面怎样？你的画面怎样？播出去啦。哪个画面？播出去了吧？什么画面？桌面啊，我刚因为我刚拍桌面。靠，你收不到我，我三十八名，靠。好，来。你知道我打个几场，我就掉到一百。靠。哎，礼拜五是尾牙，啊、你是礼拜五比还是礼拜六？礼拜五啊，那、啊、你就吃不到尾牙、哦、啊！啊，好可惜，可是我可以好可惜哦，啊、收到，好可惜哦！靠，你是谁啊？我也靠，我大师烂烂、啊，你知道？我这个人在打赢我，他就上宗师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这个神路打赢我，他上宗师。靠，我觉得你那个有点不可能。靠，宗师带薪哎，你不觉得很猛吗？欸、没有，那是早先上，我不管哦，我不管了，我要把他当桌面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还有一个 H Y， 厉害吧？好。我上次应该十几名那个把，没有第五名把它拍下来，然后拖到中面。中四第五拖到中面，有没有霸气？有霸气。我是夜叶。
研发完成。对不起，你上不了宗师，要赢了才能上宗师，输是没办法升的，对不对？还是啊，你知道这叫做守门成功第一次哦，第一次守门成功，我也守门第一次成功，靠26名了，还是？你看，这根本就是随意 A 嘛！靠，免操作你懂吗？靠，你知道什么叫免操作吗？我说就是不用控制，对，就是不用控，一跳上去就是平 A。哇，我也27了，你知道吗？靠，你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比你厉害一点。来看我们所有对手都什么等级？来，好，我这个三级宗师77。靠，你我不要小看我对手。好好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他哦。好，我这个宗师2级翅膀，两级宗师翅膀，有没有看到？几番？等一下，他那个他有奖励点数了，我看他生涯等级。好，好，看有没有来看这到底差多少？他目前是黄金的，为什么他目前是黄金啊？他目前哦，那是啊，是啊。来来来，我们来比一下，来镜头照一下，镜头照一下，看这差多少？干，快点啦！镜头照一下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加加加加加加。这个，然后再比你那个，来换你的，换我的是？对，换你的。靠一个是亮晶晶，一个是亮晶晶，还有一个。干你北齐你，好、哦。笑。太黑石有点实力啊！
不坚持。可他不开啊，他不开，我没办法强迫他。我靠，什么声音？哦哦哦哦！我觉得他手二兵没比我强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我手二兵超强。废话，你每天都在演人家，你当然超会手啊。你看他都不会手。你教他，你教他，你龙都死光了。你教他。来，哎，来 ，I teach you。啊。然后他就说。来，靠，我是有点实力。你几名啊？靠你，你少我啊！烂烂的啦，你烂烂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一场就决定胜负啊！搞不好就我收到你。哎，我们是同班，你是在搞笑？我26名啊，怎么样？我名次比你前面，你知道吗？啊哈，我比你厉害一点点啊！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全部都是条码人。然后你再看我们那个好不好？看那几秒好不好？你不觉得我的条码比人家还要长吗？我太厉害了，我是最突出。我靠，这个超猛了！哎、欸，我收到了，你在搞笑吗？吓死我！我收到他。我靠，66！说不定你扣比较多分，然后你就输我。靠，你知道我遇到虫族吗？你知道我压力很大吗？这局定胜负好不好？不要怕。好，好，就说就这盘输，你只要输我，就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输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是要去买个 pH 9.0给我？那你输啊！我买一个 pH 9.0给你，就这一场，这场打完，我们看谁名次比较前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那我一定要铁定搞的、啊。就这场定胜负好不好？就这场、啊，就 pH 9.0，回去买，好吧？好。讲文静啊！话别说太早，还是。你刚刚打人家几分？我刚打人家8分。我打人家23分。你就不要输。好。我输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扣2分。靠！可是扣十几分。可是我只要赢的话，我就不会扣了。所以我赢了，你输了，就是你唯一输了。你这四种排列组合就知道我赢你输你会输。哈哈，废话，干你在说废话吗？难道还有平手的？哎、欸，平手也有可能，就是我赢你平手，我还是赢。哦，哎，是数学不错哦。还有一个第三种可能，我平手你也平手。第四种可能我平手你输。哈哈，有四种可能的，我觉得我胜率很大。我靠！第一点就弹到他，那你要不要投降？神打神，第一点弹到，打油。跟你说，我要用最强的招，但是上次我的那招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
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考到三兵，你填鸭。书店。fuck， 我输了，你让我输了吗？来，先跟你讲，我扣几分好不好？你扣几分？扣零分啊！靠！你知道扣零分吗？我遇到上上上季，上上上，你遇到多少上？宗师带薪，然后他又上上上上上季，宗师带薪，然后他又是上上上上上季，宗师带薪。这么厉害，妈的！我不要电报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好啦，一次中十二，一次中十六，一次中十三。靠，你遇到谁啊？我不知道谁。我跟你讲，你还是有可能要。靠，你不要想太多。跟你说，你九分人口五十，你就没得打。你靠呀！我想死。我知道你要买 P， 这个叫什么 ？PH 九点零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这就是 PH 九点零，对，就是这个。靠！哇，口渴。那我要口渴了吗？难道你真的有那么渴吗？好吧，除非他是智障，不然依旧可以。很有可能是跟之前那个神主一样智障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吗？大哥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读一个元气息吗？啊啊！看，你们没有遇到一个智障，受不了。我扣零分呢，你压力很大啊！我先算给你听好不好？你现在只剩下几手机会，就是。你平手，你不要吵我，或者是让我专心打好吗？你平手，或者是你赢，哦，你机会就只剩下两个。刚不是说，靠妈，我要被忙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完全守不住。你刚说有四个机会，你现在只剩两个，刚是100%，不行，现在是50%，我一定要守住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口渴，哎呦 ，pH 9.0快没了。
靠，压力很大啊！他要埋地蟑螂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是要空投三郎啊！你想太多了。因为两个光炮很强嘛，换新哦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觉得你被盲死的几率高达95%。我靠，这是谁啊？一个条码人，包谁？妈，这满布怎么比我烂啊？看来我要输一点 PH 九点三。妈的，哦，回魂机会了哦。我靠！我是有点机会啊，还是？啊，我觉得我要输一点机会。他真的低。嘎！我的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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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怎么可以偷杀我农民 ？Nice，Nice AA 吗 ？Nice。你知道他现在是200人口的吗？我知道啊。看我怎么觉得他转飞龙了。他一定是遁地两百只蟑螂，然后直接 A 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超猛！我知道他怎么进来的。靠！我真的要爆了，黑子。妈，我嘴巴太干了啦，一定要用 pH 有点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拜托你受得了一下好吗？马上就买给你。整个我受不了。好，你的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靠！对吧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怎么了？我来一个大师上宗师。你的大师上宗师？我来一个大师上宗师。就账号很低的那个、哦？没有，我来一个大师升宗师，就是刚刚那个宗师在线。哦，是哦。我靠！有没有百真虫啊？好。我靠！看来你要30分钟后才可以喝到。哇，他东西很强哎、欸！哇，这有功夫，还不会盾。靠！要爆了。好了，可以准备点。哇靠！这什么妖术？靠你妈！有点……哦，有机会啊！干！搞不好不扣分哎、欸！你没有在不扣分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一定会扣分。靠，这太酷爆了！如果你扣零分，你知道你的胜率有多大吗？哇，不是胜率啊，几率有多大吗？大概只有1%、啊。好爆了！好，我觉得你也打不赢他的蟑螂、啊。对啊，都要爆。可以啦，蟑螂可以啦。蟑螂打不赢啊，你不要想太多嘛。他有百身虫哦。干！我要让你 Coke 久一点，靠！我再杀一只算我赢。
还有这样的，这里已经杀了大妈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只我一定杀死哦。嘿！不要扣分，不要扣分，不要扣分，肯定扣分，不要扣分。我觉得至少被扣七分，你知道吗？七分，我觉得差不多。看看看，看了啦，七分啦。干！好好耶！三十六名，三十名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感谢。换我扣，欸，你可以去帮我装个水哦。太美了。大家要不要再赌？我们再赌一局，要不要？你赢了，你就可以把这瓶拿回去了，知道吗？不要，不赌了，我已经没有水了。怎样啊？我刚对手有点猛哎。还好啊。哎、欸，我靠，没，好像有遇过。他上季103，好像有遇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有没有奖励点数？没有啊。我刚才打怎么可能有整理？对，啊，想太多了吧？来呀，还你！干嘛？你不喝啊？我这瓶就够了。你确定？那我果断打开来喝啊！嗯。我要把我的，我要把这个瓶口全部舔一圈啊！来，给你。哥打扰，你有用 KK Bus 吗？有的话才有。靠，这谁？我有传到 KK Bus 上面。靠，这个有点弱。瑞斯欸，我要跟他聊天啊！是不是？我靠嘞，雅慧心炒饭。瑞斯在哪里？靠，瑞斯去睡觉了。我靠，宋林上线了。靠，各种洗屏啊！我靠，很有蛮力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没办法打字。靠，他在直播，真的假的？谁？谁直播？啊？没有，我在密瑞斯啊。然后瑞，他们说瑞斯在直播。他怎样？我靠！霸童，霸童开直播，开始签约啊！然后都打那个百身，张百身。哎呦！哦，这个我知道。他是台湾人吗？他大陆人。大陆人来搞笑。我靠！问一下，你说我在搞笑，你妹！
陆人哦，不然你问他是不是大陆人。我说黑子说你是大陆人，你是大陆人吗？啊，你来讲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再不讲没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不要，我不想讲。这样没机会。我靠了！你说谁啊？所以说，好的谁啊？我孤独的伙伴。
靠，忘了升攻防。哇靠！啊！哇！他裸飞龙！靠！你咋敢跟他打？有点搞笑。靠，太多了。靠，他费用超多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要算中式嘛？他上了啦，一定的。我靠！哎，还没上，你还被扣十几分？扣十三。要哭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中式几个位置？他上季中式一四二。不知道，你不会看好看啊？我垮，看一下，我垮耶！我靠，这这是什么战绩啊？十胜一败，中死了。哦，这就是我刚刚遇到的那一个啊。
哦，你吗？我输啊，他能打的就是三个赛季都中。他几个？110。对啊，他就是三个赛季都中失代谢那一个。被你压啊！太难打了。换歌单好了，是你啦。什么东西啊？靠！我打收贝那一场超不公平哦！你知道我跟他打什么图吗？我跟他打大都会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空中近点哦！靠，他费用超猛，完屁啊！史丹那时候有鬼雷超强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陆队考是收贝考了，结果我们是打大都会空中近点，靠，完屁啊！好吧，休息啊，明天再开吧。哎，明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开，明天要尾牙。大家拜拜。我们那个啊，网银国际的尾啊。我靠！为什么发红开变这么少人？全包白人。我们的照片留在了
黑石只能吃毛、哦。他明天要去，他礼拜五要去比赛。哎、欸，你是明天比赛啊？呀、yeah. ，我你的份我会帮你吃啊。没关系。那如果抽奖抽到你，我就说是我，好不好？帮你抽个二十万，好不好？最多才十万，也抽个二十万，妈的。没有啊，那已经是我的、啊，已经是我抽到。有可能啊，没有是一定。那如果中怎么办？那你带我去北京玩好不好？中了就不能怎么办、啊？中了你带我去北京玩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各种事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中十万带我去北京玩，只要花你一点点钱而已。一点点是多少？大概一万块，不用吧？最好是不用了。你飞过去来回飞机票一万块啊？没有啦。有超过吗？一万多。好啦，算一万五好不好？好。那、啊、你中十万的，你直接花你的那个15%、欸。对。那、啊、如果你中，你要不要带我去玩？我中，我带你去北京玩吗？好，好我带你去北京玩。那你中，你带我去北京玩。好 ，OK。好。讲好。那我好。然后还要饭店什么的。饭店啊、喔，饭店，我们睡路边就好了、啊。看到这么，我们睡路边好不好？寒酸啊，真的、啊、寒酸。不然我们北京哦、喔，北京有谁家可以住啊？订个旅馆啊，半住 IG 在上海啦，半住路也在上海啊，屁啦。都在上，真的啦，骗你干嘛？路我有去过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在上海？在北京？啊，路在北，啊、对对对，路在北京。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。我靠，我就有去过一个下。没有，因为路之前是在那个啊，他之前是在上海。路之前在上海，他是最近才搬去北京的。真的啦，没骗你。哦，你刷好久哦！他妈的，这也刷太久了吧？我快困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是危险地带？因为沙尘暴吗？而且又很冷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被冷死之后，然后被沙子埋掉，是这样吗？靠，你真的收有点久了，五分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收44？你北七哦？哦，你在打四四啊？我在打四四、啊。我想说你妈 PK 一打一可以收五分钟。中奖好像扣10%的税吧？靠，扣那么多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中10万，首先你要怎样嘛？你要先扣10%的税，你就剩9万。剩9万之后，你要请全公司人吃鸡排加可乐，一个人算，好算100块啊，买那种超级大鸡排，跟萤幕一样大，一个人要100块。屁啦，跟萤幕一样大的鸡排只要100块，它超薄，它超薄，你知道吗？买给我，它跟这个1块钱一样薄。好，买给我吃，超薄。妈，你就把拍个鸡排来，我把它打成妈跟萤幕一样大，超薄。然后你全公司要请，所以你大概要请个
三千块，四千块吧，四千块。那你还有85000，你要85000，对，85000。然后我们再去北京，两个人一起去嘛，3万块，那就剩55000了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我们还要住，对，住算10000块好，你就剩四万块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就剩4万块了。然后4万块拿去买魔法石，你知道你可以买几颗吗？你就全部拿去抽卡好了。对，你可以抽200多张。没有啊。4万块。10万块可以抽400张啊！你搞笑。10万块可以抽400张，我靠，才400张，妈神魔债太扯了，那么贵。10万块400张，对啊。好，你收到了。哦。Super EQ Super 不败神话，靠，这边就台湾的。哦，北京有 H5N1 了，好吧，那我带黑子去吃鸡排啊，去北京吃鸡排。没有，我们去吃那北京烤鸭包，那一只5000的那个。北京烤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一只5000的啦。好了好了，关了，好吧，拜拜，好啦好啦，拜拜拜拜拜。好吧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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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